主料：茄子500克，猪肉馅200克，辅料：青红椒、鸡蛋、葱花、淀粉、糖、胡椒粉、盐、豆瓣酱、食用油、料酒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茄子洗净，切条，蘸上干淀粉，猪肉放入碗中，加盐、胡椒粉、料酒、鸡蛋拌匀，腌制5分钟。炒后放油，茄条煎至金黄，捞出，炒后放油，放入猪肉馅翻炒，加料酒、青红椒、蒜末、豆瓣酱，放入茄条，清水炖至6分钟，水淀粉勾芡，撒上香菜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炖制时间6分钟左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